根据中国时报的早报焦点来看到，如果朱立伦鞠躬2016总统大选的话，蔡英文将是可敬的对手，这是由旺旺中时民调中心最新调查得知。如果是英伦大战的话，朱立伦将以 36.6% 的支持度和蔡英文的 35.5% 的青睐度打成平手，双方只是小赢 1%。 吴敦义以及苏贞昌没有对两个人构成威胁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是新北市由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出马参选的话，他将以 35.6% 的支持度胜过游锡堃的 24.1% 的基本盘。